想活命的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。玉龙谷到底来了多少世家的人？一共三家，黄家、徐家和裴家都派了长老来，还带了不少弟子。他们要做什么？他们在这仙府。住口！仙府？看来车道子所说的仙府真的存在。好了，你们就在这里等着人来救你们吧。大侠放了我们吧。我们也只是个干活的呀。大侠，大侠，大侠。没路了，像是刚砍不久的。不拿穿山出来，破不了我的结界。用不着。你的身体为何能散发出血翡晶石的能量波动？你猜啊。执法官大人，我之前被你冤枉了，依照军律该怎么补偿我呢？你想要什么补偿？把我关在结界里又摔又打，我得好好想想怎么才能。你的脸被我的结界碎片划伤了，帮你疗伤算补偿吧。至少我还在这天地间飞过，所以谢谢你罗正。小弟，给了我这么多回忆，我们还可以拥有更多。只要小弟，快把手给我。罗正，你看这冰晶烟花是不是也很美？是很美，但我希望能与你看到更多更美。真希望能永远记在心里啊。小弟，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和你一起经历，甚至没带你见过烟儿。真开心能听到你说这些。罗正，忘了我。
云洛，你怎么样了？洛城，你疯了！一个人强撑这么大的结界，镇元枯竭了会死的。我为白帝城而生，守护他是我的责任。我说过了，你这些话到现在对我毫无作用。臭丫头，你敢耍我！老子先灭了你！云洛，你先保护我。云洛，打开结界，我们一起对付他。天威的力量太强，我单手挡不住他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赶紧放我出去！你准备好。云洛，就现在！大块头，砍中！魔怒劈向。竟然有妖兵出现，莫非天魔神拳，万魔有动。